哎，你们的陶西老师在哪儿？你问问我就说，那岂不是很没有面子？你谁呀？啊，穿的跟神经病一样，是 cosplay 啊？校服、啊、好丑啊！校服哪有好看的？我说你丑，没礼貌。我问你，陶西在哪儿？找死！他，这个人是不能碰的，你知道吗？为什么？是的，那你要我怎么搞？我管你怎么搞，你自己想办法。Action！ 反正现在的感情都暧昧，你大可不必为难找般配，付出过的人排队。好坏，人家追你小熊熊，滚！不滚嘛，不滚，我不滚嘛！哎呀，你就告诉我陶西在哪儿、你好烦啊！那你找我们陶老师干嘛？我要杀了他！陶老师、啊，我们这儿有个戴面具的人要杀了你，你快点收拾收拾跑路吧！啊，你好坏好坏，你怎么这么快就出卖人家嘛？啊，你就告诉我陶西在哪里。你真的好烦啊。陶老师是体育老师，他当时在体育场了。站住。